tristeza que traz. Ah, mas eu devo, né? Qual que é ele, companheiro? É, que eu sigo, hein, cara?2006年是华人电影界大放异彩的一年，因着伊莎贝拉一片勇夺柏林影展最佳电影音乐英雄奖的殊荣，而电影配乐的幕后英雄就是来自香港的金培达，也是华人夺得柏林影展电影配乐大奖的第一人。2007年再度以同部电影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大奖，得奖的光环使得金培达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所以到最后能够拿到这个奖当然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 bonus 啊，就是说你也因着接连获得大奖的肯定，让人不禁好奇金培达究竟是如何能够创作出令人激赏的电影音乐呢？因为《Isabella》这部电影让金培达变成了华人之光，哎，真的也史上头一个华人能够在柏林影展拿下英雄奖。先谈谈当时获奖的心情好不好？嗯，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说他在主持人在台上宣布的时候呢，他其实不是先讲我的名字，如果他讲我的名字，其实别人也不会认识我，他是讲from Hong Kong China 啊，从香港来的。那这个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说，哎，突然之间好像自己在代表香港去做一个事情啊，有点像奥运那种感觉啊。你很激动吗？有激动到比如说想要掉泪吗？快要有但是没有的那种。其实那一次 Isabella 他有入围一些奖项，所以其实你们整团去很多人跟你在一起嘛。对，其实影展基本上他们影展的入围的方式就是说，你电影入的话呢，所有相关的他们有的奖项你就已经都会进去，但是我去呢我是自费去的。对，并不是说因为电影入围的啊，那你做配乐的你也就是说电影公司请你过来，不是。我去只不过是度假而已。所以你当时有想过说你会拿下这个英雄奖吗？其实当初一点都没有，因为基本上觉得是不可能拿的。但是到了那边那每一个电影会他自己有个首映这样子哈。那首映的时候我发觉观众，就尤其欧洲的观众，他们看电视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他们很投入。然后玩的时候呢，导演出来，那么他们也鼓掌啊什么的，哎，你会发觉他们好像还蛮喜欢这个电影。从那一刻开始我才感觉，哎，会不会真的会有点机会呢这样子。英雄奖的你的得奖感言还特别提到了感谢上帝。对，为什么呢？最主要是我觉得我一路来做音乐上的创作哈，其实我所有的才华能够写上每一个音符，其实所有这些才能都是上帝所给的。那我会觉得我们有时候在苦难的时候，我会对上帝哀求啊，神啊救救我哈。我会觉得在你得到认同，得到别人的荣耀的时候啊，其实在那个时候更重要，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啊，要向世人，要告诉世界上人，你能够做这些不是单靠你自己的能力才华，就算你有这些能力才华也是神给你的。我们来谈谈这部片子其实是在澳门的一个场景所拍摄的，所以有一点葡萄牙的一个殖民文化的感觉，又是一个文艺片。对对对对。你当时看到这部电影，你要怎么去下手为它来做音乐？
其实我做那个电影的配乐的时候，之前已经配过很多电影了，那经验是有的。但是伊莎贝拉这个电影不是我平常习惯的配的一种风格。以前做很多的配乐都是满满的音乐啊，100分钟的电影可能有70到90分钟音乐啊。这个电影最难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导演一开头就已经跟我说，他希望音乐要讲故事，不想只是配一点气氛啊，在旁边是一种背景的感觉啊，希望能够帮助这个主角的内心的他们的心里面感受能表达出来，所以尽量用少一点音乐反而是最难的，因为要用多很简单，你就加就是了，你就写啊，这里也加那里也加，但是在这店里面你要学会要收手，就有一些地方不要用，就让它细，就让它去，那反而就是说它有音乐的地方呢变成其实更重要。那我是用的那个手法是好像说，如果我们能够偷听一个人内心的在想什么的时候啊，我们在他的心里面转一个洞，他的思想露了出来，我会觉得你听到的就是音乐啊，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感受。所以你要很投入这部电影的角色。哎，对，非常，基本上我因为我很喜欢电影，每一次我看剧本之后呢，我会跟导演先不讲音乐，我们都不讲音乐，都讲电影本身，讲故事，讲人物。所以到我已经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呢，我已经对角色对故事其实我很熟，我会自己会已经对他们发生的事情自己已经很有感受。所以你可以在他的那个情绪里面找到很复杂的因子，对不对？对，因为人其实内心根本本来就是复杂啊。那有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因为有歌词嘛，我们把复杂的东西呢，把它很准的形容出来。但是纯音乐的东西其实某程度也是抽象的，它可以代表很多东西。所以纯音乐的东西来做配乐很好，因为人的感情其实也是很复杂，同一个时间很多情绪，那所以用音乐来表达人的情绪会反而会能够更表达得清楚。所以对你影响最深的一部电影是什么？有一个电影叫做英文叫 Cinema Paradiso 啊，就是天堂影院啊，是个意大利的电影，在台湾就翻成新天堂乐园。哦，新天堂乐园啊，对，那个电影我会觉得在你人生不同的时间看这个电影啊，你会有不同的感觉。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是十几年前啊，那个电影的最后一幕，大部分人看都会很感动啊，就是那个导演看见那个老人家为他留下来的一些片段啊。但是我发觉你过几年你再看你自己的年纪，你变了啊，你看的时候有不同的地方会感动你。因为他这个电影基本上是讲这个导演回到家乡的时候，回顾他是一个中年的导演啊，他回去家乡的时候回顾他以前一些往事，回忆的音乐是怎么样的，一定要就要看这个电影。他每一个 piece 你就听，你都会觉得他都充满一些对往事的一种怀念啊，而且我会说有心痛的感觉，不是一种悲伤，那种心痛是好像因为人往往是你想以前的事总会有点遗憾的，有一些事情如果当时怎么样不怎么样就好了啊，那有时候就会有种心痛的感觉。在电影配乐的这个 field 里面，你现在已经算是大师了。其实你得蛮多奖的你还得过台湾的这个电影金马奖。对，可是你没有来领奖，对不对？那个电影叫《紫雨风暴》，是一个动作片，基本上一个动作片。那第一就觉得其实这种片应该不会拿音乐的奖啊，动作片很多音乐，但是一般都不受注目。然后第二就是我在做另外一个电影的配乐，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过来。所以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故事，就是你很希望也在台湾的这个得奖的场合里面，要说感谢上帝。对，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是很荣耀神的事情啊，也会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其实在美国的话，他们很喜欢上台就说 Thank God。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很普通，对，但是我会觉得可能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基督徒可能不太常有这样的机会来表达啊对上帝的一个感谢。那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那能够在台上说的会很好，但是我人也不能去。后来就是说
我晚上收到电话啊，是另外一个人打电话给我的。哎呀，啊，他说不好意思，我本来我有个清单要给我经纪人，他带我上台去，领奖的时候如果拿奖去讲，他说没时间给他，他现在已经在台上了啊。我说啊，但是没办法啦，那我也觉得很开心，所以那天，那就是说挂电话之后，我自己一个人在我的录音室里面，我就是哎，我自己在那个时候说感谢神，感谢神，我一个人走来走去，很兴奋的这样子。那事情就这样过了，但是我就说，心里面好像还有一点点的那么遗憾的，就是说哎，没有机会说一声感谢神这样子。但是几个月之后，有一个弟兄从北美洲回来，他也是搞一些福音电影的啊。几个月之后他见我，他说哎，你是不是你的在音乐行业里面的人都知道你是基督徒？那我说基本上都知道啊，我没有说特别说要逼他们知道，但是一般都会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他说怪不得，我说怪不得什么？他说那天晚上原来我的经纪人就是说他其实没有收到我的信息，但是他在台上说啊，如果今天晚上金培达在的时候，他一定会感谢他的神。哦，所以让你那一点点遗憾也没有了。也没有，我说神很奇妙，我没有机会在上面说感谢神。那我的经纪人他其实不是基督徒，我没有教他说，哎，他也很尊重我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他也帮我说了这样。通常你知道人得奖之后，尤其得大奖之后，会有所谓的得奖魔咒，因为有压力，然后你对下一步可能很难跨出去，说我要怎么样超越前面那个。他会不会让你觉得得了那么多奖之后反而有受限制？因为我会觉得有没有奖，我会自己对这个我所做的配乐啊，我自己会有个看法，做得好做得不好啊。那我会觉得哎，可能这一次做得还蛮好的，我下一次在做同类型的电影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压力啊，因为有时候同类型的场面你做太多了，总有一点地方是像的，提醒自己啊，要有突破，尽量要比上一次做得更好这样子。所以压力其实每一次都有，而不是因为那个奖。金培达也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电影歌曲，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闭上眼睛，久久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
但创作的背后却是不为人知的艰辛。我们来谈一谈，其实在台湾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比如说《如果爱》《向左走向右走》，都是你在里面有一些音乐创作的。对对对，对对《向左走向右走》是写主题曲，这个歌是我写的最辛苦的一条歌。是因为导演很挑剔吗？电影公司找我写这个歌的时候，其实之前已经差不多有十几二十个 demo， 他都不要。所以你不是他第一个找的。哦，绝对不是，所以我真的有点压力啊。最后，做了大概第五稿吧，电影公司打电话来说，哎，有个好消息，有个坏消息，啊，好消息就是说导演觉得勉强还可以，只是勉强还可以，坏消息就是你还要继续改。到第七稿的时候，他就说啊，他差不多了，他就要了。你在做这个歌的时候，其实对吉米。不是很了解哦，不认识。但是我因为这个电影啊，因为这要写这个歌啊，我倒反而就是说我找了很多吉米的话本。我看啊，吉米的世界，他有热情，但是他有一种很城市人的一种冷漠、孤独那种感觉。我会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我会觉得其实是抓到的。另外一部呢，陈可辛导演的《如果爱》，这部片子你在创作的过程是不是也很辛苦？哇，这个非常辛苦，是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哈。它本身是一个算是一个音乐剧啦，比一般的音乐剧歌比较少。但是呢，你拍之前所有的歌都要定好，都要先录好，因为它不能拍啊，它要对嘴嘛，对不对？所以之前要花很多时间要找歌。那像比方说主题歌哈，那如果爱，其实那个 demo 我做了差不多已经一年多前已经写好。对，那他也是觉得还可以吧，先放着。那所以下来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找歌。我们来谈谈其实你的这个音乐造诣的养成哦。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因为我想大家会很好奇，你父亲其实是一个钢琴师哦。对对，他是在夜总会里面当钢琴师的。所以你算是音乐世家喽。可以这样说，但是其实我爸没有基本上他刻意。不让我学音乐，所以他没有教你啊。没有，他也没有说要让我去学钢琴，因为香港哈做夜总会的乐手啊，就是从60年代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形象，就觉得这种不算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正当行业啊，比较是说我们香港有一句话叫打边仔呀，就在边里面做边仔啊，是一个很低微的一个工作啊。那父母呢，一般就是像就是说最好一些像做一些什么 engineer 啦、律师啦、医生啦、银行啦，这些就听起来好像会赚钱，而且是正当很大的职业。所以他们有给你一个什么方向说你其实可以往哪里去走，不要来学音乐？没有说正式要逼我的，但是开玩笑倒有。我妈一天到晚跟我说你这么爱讲话，你就做律师去吧。他们其实没有阻止我。我在美国的时候，到读大学的时候，我要读音乐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说也没有让我去学钢琴，到头来我自己学。你干嘛还是要学音乐、还是要学音乐。那他们其实是有点，不要说失望吧，就有点觉得很奇怪。那也不赞成，但是也没有阻止。你什么时候开始对音乐有兴趣啊？去美国之前的一两年吧。就基本上家里是常常听到国语，那个时候叫国语，台湾的国语时代曲，香港是不唱广东歌的，都听国语时代曲啊，听姚淑蓉啊，什么凤飞飞的那些，对不对？但是我不感觉不大，不知道怎么有一次有一个卡带，就是一些就是很多里面不同的歌。那第一条呢，就是 Carpenters 有一首歌叫 Top of the World。我就是不晓得，可能那个时候12岁吧。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听到歌，我突然之间我觉得很好听，我就不断的听，就是一天里面听了十几二十遍的那一种不断的听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喜欢音乐，但是没有想去创作，只是喜欢听，喜欢听歌。到美国的时候也继续，就是说听美国的那个电台什么 Top 40。那什么时候开始抓乐器来玩？我在美国，我们说读 8th grade 就是等于是香港的初中二吧我开始对音乐好像自己想参与啊，那参加学校的 band， 就是铜管乐器的。那我其实学过一年 saxophone， 现在都忘了。
那家里还是有钢琴啊，那我学了一年之后呢，对音乐还是有兴趣，那我就自己买一些书，在家里就是钢琴就是自己学的，基本上。所以爸爸还是比较就自己学就对了。对，还是自己学。对，我有时候会问我就不懂，有时候会问我爸，但是他基本上就很随便的就把我打发，随便讲两句，对，不刻意的说要怎么教我这样。钢琴要自学蛮辛苦的哎。其实因为很多技巧上的基础没有所以现在就是说现在有点后悔了，当时应该比较再勤力一点，好好的练习一下。所以后来你大学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想说怎么会有勇气就决定我就是要念音乐了呢？对，因为其实我跟你根本就不够，对不对？在香港的时候呢，小时候就都知道进大学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香港什么派学位了又很少了，就很不容易进的。当时才18岁，我已经有个想法，就是说不要浪费这个机会。我会觉得如果我跟你不好啊，但是我选我自己喜欢，我应该去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来读，既然有这个机会啊，我不怕读了一半然后发觉自己根本才华不够要中途停止，我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失败。但是我会很怕，就是说如果我不读过了几十年会后悔，会后悔啊。结果爸妈的反应呢，傻眼了。对啊，我爸会觉得你应该读不完的。没有，不，原因很简单的，因为一路来我都没有在学音乐嘛，他会觉得你这种三分钟热度就过了就没有了，你读吧。那我会发觉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根本用不上在教会里的侍奉。我那个时候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学校在 LA， 他说40个礼拜里面教你大概4年的东西啊，是怎么讲地狱式的训练啊。凭着对音乐的热爱，选择大学音乐系就读的金培达，因为毫无音乐根基，念起来倍感吃力。耶和华是爱啊，这首歌我写的时候呢，其实根据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来写的一个歌。耶和华是爱。后来为了能够在教会有更好的音乐侍奉，竟成了音乐系的逃兵。你真的进入就是中山周大嘛，你算我的学长，你进了这个学校之后orientation 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音乐系跟你原来想的不是一模一样。我进去的时候orientation 的时候，脑子里面在想徐冠杰邓丽君，哇，就是我在听的流行歌嘛还有一些老外的band 这样子。进去的时候 ，professor 就跟我们说，你们要写20世纪音乐。那我在想，这废话嘛，二十世纪当然写20世纪音乐。后来才知道他是说这种所谓的我们叫现代的古典音乐，现代的学术性的一些音乐。那时候你对古典音乐有一点了解吗？就是说当然是什么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大概听过那么一分钟吧知道那么一点点啊基本上觉得是那种是很深的东西，我还是听歌的啊但是进去之后因为教授叫我到图书馆去听一些所谓的现代作品啊我听了之后我会觉得那种音乐很怪，但是我觉得它很有创意。那最辛苦的是什么？最辛苦是开头的时候学乐理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乐理的书一打开看，开头一课就讲两个规矩，说你什么不能做。他先说你什么不能做，那我最讨厌就是这些，因为我没有这种学乐理跟学音乐的根底。对。那我很喜欢去理解事情。嗯哼。那我会觉得不能做，你但是我问老师，他也说不出你为什么不能做。总之，你跟这个规矩做，你就不会错。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学乐理初级的乐理
我学是上了三个学期才过的，因为后来遇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老师，他解释这个东西会比较清楚。嗯啊，那我会觉得这个乐理跟我的喜欢的音乐啊，好像中间的那个关联我找到了，那我学下去就比较顺利一点。San Francisco State 你确实念到一半就不念了，为什么？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哈、啊，因为我进大学之前我信主，那教会在教会里面那几年也开始有侍奉，嗯哼，那我会发觉我能够侍奉的范畴就是在音乐啦，当然因为我学音乐嘛，但是我在学校里面学的音乐跟在教会里面的音乐完全两回事，因为那时候在团契啦，在崇拜里面，我们唱的诗歌其实也有点像香港的流行歌，嗯啊，也是现代的啊，这个现代跟那个现代不同啊，它是比较流行化的一种现代，那我会发觉，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根本用不上，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学校在 LA， 嗯，啊，他是教流行跟 jazz。啊，编曲跟作曲啊，但是他很厉害哦，他40个礼拜里面教你大概4年的东西，啊，怎么讲，地狱式的训练，啊，很职业性的，很 practical 啊，就是很实用的一种训练。回想起来，就是说这些所有一切，都其实在帮我有一天要做电影配乐。信主之后，你就很想要用音乐来做服饰，所以反而影响到你后来整体的生涯规划，也导致你后来走向音乐电影配乐这个路，所以这个铺陈其实蛮奇妙的。对，就是说其实是一步一步的，我没有说一信主就立刻说我要用音乐来侍奉，但是也是在团契里面，导师说这个礼拜我们那个吉他手不在了， Peter 你去弹吧，我说我不行啊，随便你弹就可以，所以我在弹奏方面呢，我是很怕在人面前表演，就是说独奏钢琴，其实我弹得不太好，但是我倒凡是一天到晚伴奏。你第一首创作的诗歌是什么？你还记得？那首歌广东名字叫《永恒的呼声》，那有一个国语的名字叫《永恒的答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那个时候教会要搞一个布道会哈，我们那个时候很喜欢用幻灯片布道会啊，不是用影片啊。那么幻灯片布道会，题目叫变啊，就是一个字叫变，说啊，这世界上，都充满了变幻啊，我们人很多东西抓不住啊，只有在神里面我们能够找到永恒啊，是这样一个主题。那么牧师说，我们要主题歌，那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写歌。我就说，我那时候就写那种现代古典音乐，在学校里，那我就说，我说我来写吧。牧师看我说你，他因为他知道我是学音乐，他知道我就写那种音乐，他说你行吗？我说我试一下吧，就是也就像我进大学一样，就是很大胆，就是说我来试一下，因为我会觉得，因为我一路有听歌。我没有试过写一首歌，但是我会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得到。那我那首歌词是跟 melody 都是我自己写的。那我很努力的去研究香港的一些流行歌啊，那种写的方式。那当时有一些我们去做布道，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你是金培达，怎么你那么年轻，你这个歌词是应该很老，看起来是很老的人写这样子哈。那后来过了这个差不多20年，我几年前我回到美国，也是做一个音乐训练营这样子，就是有一天下午彩排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听到有一个前奏，那感觉好奇怪，好奇怪，很遥，好像不认识这个歌，但是又好像有点认识，他开口一唱，他原来在唱《永恒的呼声》，哇，我那个时候。就好像看电影，人家说什么你因为那个事情发生在20几年前啊，你现在20几年后，哇，你突然之间好像这中间的所有发生的事情在你眼前闪过啊，就像电影里面说的一模一样，就是那个感觉啊，我当时就是说都有一点点的眼泪哈，就是说好像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当天最感动我的就是说晚上的时候一个布道会有一个陪谈员来
来找我，他说你就是金培达，他说你是不是就是写这一首《永恒的呼声》，我说是。那他说他五年前信主，那他说他五年前信主的时候那天晚上就是听这一首歌啊，所以我觉得神很奇妙啊。二十年后我听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好像不是我写的，我觉得歌词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好像对我是当时的我跟我今天的我来讲，副歌部分哈、啊，广东话，那个字就是说什么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啊，就是说就是今天得到的，在明天失去的，其实是不会再回来的，那好像今天我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个提醒啊，可能突然之间很多人认识你啊，又说你什么拿奖了，又说你是什么大师啊什么。但是其实这一切其实还是会过去的。那耶和华是爱呢，这首歌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耶和华是爱是更简单我们当时在北美有个机构是专门要写一些我创作一些现代基督教歌曲哈、那么我们做其中一个专辑，那基本上那个时候我们写的歌呢都很像在美国的一些美国歌手的那种风格，那个时候的 CCM 啊，就是说很那个时候叫 inspirational， 就听起来很伟大的一种歌。但是我们在想在专辑里面应该放一首小调了，当作是只是说当作是一个变化啊，就是说有一个多元化一点啊，也有这种小调的。那我在创作这个歌的时候呢，我在想也好不如歌词，就是说based on， 就是说用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用这个做一个灵感的创作的灵感。那所以因为用广东话唱嘛哈，那广东话唱出来是耶和华是爱，那耶和华是这四个字其实是我想的，因为我后面想不下去了因为我那个音放不下牧者，用广东话那个字写不下去那写歌词是冯永良牧师啊，当时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牧师，他也很参与很多那个当时的创作啊，所以就是他帮我歌词写下来，所以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故事或是动机啊，只是很简单的写一首比较有中国味道的诗篇二十三篇改编过来的东西。但是他感动了很多人。这个就证明，就是说有我们侍奉神呐、有一些东西其实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面，就是说我们其实需要尽力去做啊，我们尽我们本分写，我们能够写最好的歌啊，把我们的精力都写进去啊，荣耀神。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到最后神要用一首歌的时候，不是你去用什么企划用什么的手段啊，什么的计划来让这首歌要感动很多人。神有他的 timing， 有他的时间。当我知道这首歌说啊，原来在很多人听的都很喜欢，而且很感动，葬礼啦、婚礼啦、寿喜啦都会用。一样，我的感觉好像我觉得这歌不是我写的，因为这个歌已经离开我很远了。那这个绝对。这就又一次证明这个是神的工作。其实后来耶和华是爱还有不但有粤语版，有中文版，还有英文版。但是我们现场希望请到金培达来，我们原汁原味自弹自唱的来呈现这首歌，好不好？好。是爱，让我安身青草溪水边，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同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人谦，神为我摆设丰足的恩惠，在危难也不会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于心田，再为难也不改变。无限满足快乐永于心里，再危难也不会变。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因为信仰造就了金培达在音乐上的造诣，但身为华人的他希望能够创作出属于中国人文化的音乐，而回到香港，却没想到原本谈好的音乐工作突然发生变化，顿时成了无业游民。其实你本来在美国好好的，为什么会想到回到香港来发展？我当时有一个很好教会里面有个姐妹，她回到香港侍奉，在香港有一个机构叫 ACM 啊，那她跟我分享很多她在音乐侍奉上的经历啊，那我会觉得好像神给我看到一个榜样，就是说你在你用你的音乐啊，你在你的本土的人里面。为神服事啊，那所以神透过这位姐妹，好像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感动啊，说带领我到回香港看一看，就是说我怎么能够用我的音乐的神给我的一些才华能够来服事他。那另外层面就是说纯粹说音乐的职业发展哈来讲，事业上的发展，在美国的话可能很自然你机会会比较少一点。当然我人已经在 LA， 我可以很多方面去尝试去发展，但是比方说我写的音乐的风格啊，如果我要写流行歌，如果我是听许冠杰啦邓丽君的什么长大的，我要写老外的流行歌可能也可以写出来吧，但是到头来那个不是我的东西。如果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那又不同。对，因为我会觉得我是 Asian American。对。啊，那我不会有这种文化上的分野。但是我14岁才过去，我自己的那个中国人的感觉还很强。但是你回到香港之后，发现原本你被 offer 的那个工作，对，因为有些人事变动了啊，突然之间我是。freelance 自由身，那这个听起来很潇洒啊，时间自由啊，工作自由，对，那其实是没有工作，所以很自由。所以展开了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的这种所谓的拓荒期，对不对？对，就是说也突然之间变成 freelance 啊，那变成有一段时期我其实有点迷失，因为在音乐机构里面发展这个没有了啊，然后突然间变成 freelance， 那我也尝试做一些 demo 去所谓卖歌哈，但是基本上得回来的反应就算我写一些基督教的歌曲哈，他们都会说你这种歌很教会，很教会的意思就是基督徒也会这样说，我就很教会的意思，因为香港的写那种广东的现代诗歌还是比较接近香港的流行歌，那我写的还是接近美国那种很伟大的那种完结的时候要唱很高音的那一种诗歌，那所以那一段时间很惨，就是说我自己又觉得自己写的歌比别人好，但是人家就是不要你的歌，还没有抓到那个文化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变成我脑子里面想的那个景象，就是说没有发生，就很像被丢到大海去。对，有一些就是说，不知道应该怎么走啊。那当然我有学过编曲，我还可以编曲，所以那个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说，发展不算是说很好，但是
饿不死人，我每隔一段时间啊，是很保守啊。可是你的饿不死是到什么程度？我想最惨试过就是说担心下个月交租的问题。我不太喜欢说自己很辛苦啊，因为我觉得穷这个事情啊，要挨这个我这种不算什么啊。那最严重就是说下个月可能就是说房租可能会有点问题，没有试过说今天晚上晚饭不想怎么办，所以也没有试，也没有到那么严重啊。但是基本上也算是挨过一段时间了。所以后来有一个转机是你有个朋友林木德，是不是当时其实他要找我做广告音乐，哇我看了我都怕，他给我看他的作品啊，广告的东西，哇我说我都不会做，我说这个我抓不到是什么事情，写一个歌我知道是什么东西，30秒要做一个音乐，哇我完全不从哪里，第一个音我都不知道怎么写。一个30秒广告啊，基本上一个晚我一个晚上就不能回家。哇对，因为我就是啊，但是怎么做，但他听了客人讲要什么，他还要 brief 我，他还要告诉我啊 Peter 你这个音乐怎么做，然后一个人就在那想这样子，很辛苦。可是他的好处是你在那里接触到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对广告配乐是一个嘛，你说后来你说你还有流行音乐的编曲，是不是？对对对，因为最主要是它最大的好处啊，就是说它让我发现自己啊，从很辛苦啊，这个广告的配乐一天才能够做一个，而且不能回家。慢慢的就是说，我不用别人跟我讲，我开始能够感觉到，我很容易的感觉到，这个片应该怎么做？原来我发觉我对画面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开头是自己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对我日后做这个电影配乐其实很大的帮助。那我用了大概半年到一年时间吧，去开头很辛苦的一天才做一个广告，开始就是说很做的就很顺利了啊，我可能一天可以做两个都可以啊，一路到后来我有自己的客人做广告音乐，他们会说我们指定要 Peter 来做这样子，对。你导过哪一出戏是让你自己最受感动的？讲一个20几岁的一个男生，他因为从小就有坏血病啊，那有一次那个他那个输血的时候呢，得到艾滋，他20几岁就死掉。金培达不但从无业游民成了广告配乐的高手，并且踏入了电影配乐的行列，同时还跨足舞台剧音乐创作和导演的工作，也使得他在音乐的道路上有更宽广的发挥。拥有高知名度的他却没有因此停止对教会音乐的推动，不但制作出许多动听的福音专辑。你看着镜子觉得自己真不可爱，心已被遮盖，阳光无法照进来。软弱又迷惘，你不懂真实纯洁和美丽，你不必。他更寄望能够把带给他力量与盼望的信仰透过音乐来向世人传扬。你后来跨足舞台剧哦？对对对，我没有导戏，就是我也是参与舞台剧的音乐上的创作，对，算是音乐方面的这个。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其实他也是基督徒，他有一个团，他可能是从我一些教会的歌，然后也从电影的配乐认识我，他就直接来找我有没有兴趣做一些舞台剧的音乐这样子。你导过哪一出戏是让你自己最受感动的？我第一次参与的音乐创作的一个戏啊，叫《海阔天空》啊，在那个戏里面呢，因为它这个故事本身啊，是一个讲一个20几岁的一个男生，他因为从小就有坏血病啊，那有一次那个他那个输血的时候呢，得到艾滋，他20几岁就死掉。那这个舞台剧呢，就是讲这个男生。
那所以很感动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故事是讲坚强，讲信心啊。那当时的演员大家都是很多的年轻人啊，大家做这个剧的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感觉啊，好像就是说很励志，嗯啊。那我当时也我为这个剧写了大概有三四首歌啊，那我会觉得中间有几首都是很感人的。嗯，你除此之外还帮一些福音歌手制作包装唱片，对不对？对对对。那香港呢有一个叫赵芬妮，嗯啊，那我帮他制作过很多广东的诗歌，嗯啊。那这一次其实我刚帮他完成了一个国语的专辑，嗯，因为他其实他也是一个创作歌手啊，他比方他会有一些想法，很像一个城市现代女性的一种观点啊。他写过很多歌，那我就选了很多比较我会觉得比较很好的一些诗歌，他在写上国语的歌词。那我刚刚这个专辑应该这一两礼拜就要发片哈，就是说也希望把他的诗歌带给一个国语的听众这样子啊。那我现在还在帮一个歌手叫黄海星，他以前是在香港无线的一个电视演员，80年代的时候呢，他也出过很多的福音歌曲。那他移民到北美去，最近回到香港来。那我最近也在帮他做他的新的专辑。哎，对。其实你福音工作做的还蛮多的，即使你在这么繁忙的音乐创作过程里面，你还和一些基督徒音乐同好成立了一个所谓的 CAS， 就是基督徒音乐高峰会。对对对对。你希望想要推动什么，达成一个未来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吗？因为我看见哈，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在音乐上面有异象，有恩赐，大家都会按照他们在神里面得到的做自己的音乐上的工作侍奉啊。有些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是做 solo artist， 有一些可能有一个团体。那我会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性的 neutral 一点的团体，能够帮他们有一个平台，他们可以互相交流来鼓励。因为很多时候比方说你音乐侍奉，你在教会里面敬拜队啊，你看见的音乐侍奉的世界就是你的团队里面的几个人啊，每个礼拜天在崇拜的时候你弹奏一个 instrument 一个乐器。但是当你有机会把不同的音乐侍奉的弟兄姐妹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看见一个更大的世界，就侍奉荣耀神不是你一个人在做啊，其实你在做这个音乐侍奉的事情，其实你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一个图画里面一个小的部分。那我会觉得大家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互相鼓励的啊，或许说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的啊，可以从别的侍奉的团体里面可以学习啊。所以我因为在美国的时候呢，在那十几年在美国，我也参加过很多在美国的这些有一个很大的基督教的音乐训练营啊，他也是在每年呢100多个音乐工作坊，然后呢5天晚上全美国最好的基督徒的音乐人都会有concert啊。所以我那几次参加影响很大，听到很多的基督徒艺人的他们的分享，生命的分享啊，那也让我就是说知道我要用音乐来侍奉神这样子。所以到香港之后很想把这种形式的音乐训练营带到香港。嗯，你今天已经走到了这个地位了，在最后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华人共同的光荣，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吗？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人生里面追求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尤其是在艺术里面的追求哈，很多人都会问我啊，你对他们有什么的鼓励，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讲哈？那我通常都会跟他们讲四个字，就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因为我会觉得哈，在艺术上的追求，因为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可能听过一首歌，看过一个戏啊，一段文字，我们觉得很感动，
那艺术的追求其实就是你用一辈子的时间把这个感觉重新再找回来。我会觉得艺术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最怕就是说你可以一路在做，但是你忘了你为什么在做。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在做，你很好像机器一样的在做，你没有目标，因为你已经忘记了当初你为什么要选择音乐，或者说音乐为什么要选择你。在侍奉上你不要忘记当初神怎么感动你啊，免得我们以为做很多活动就是在做侍奉神啊，原来我们原来是要为神的国度来努力。穿越别人的眼光，走出自己创作的风格。金培达要告诉你，其实设限是不存在的。大师的路，他一步一步是如此扎实的走过来，而多彩多姿的人生地图，上帝就是他的指南针。的老朋友孙悦，这位这个柏林影展啊，2006年最佳电影音乐奖的得主，他也是华人第一位得到这个奖的。这份荣耀，我想对很多的电影工作者都是一份兴奋的事情，特别是音乐人。可是我记得在2000年台湾的金马奖的时候，这个他的经纪人带他到台上来领奖，却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奖啊，如果今天是金培达他自己来领的话，他一定会说要感谢他的神，要感谢他的神。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看见了金培达弟兄在工作、在生活、在待人接物上，一切他都荣耀神，待人谦和，对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不会使人造成有压力。亲爱的朋友，我想在这时候我们也为很多很多的音乐工作者、电影工作者以及很多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学习这位金培达弟兄他的一个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真的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地方我们仍然自己有一些不是你完全喜欢的，恳求主耶稣你修剪我们，让我们自己在行事为人都照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来对待。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各方面都不配，但是当主你自己使我们能够有今天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你拿掉了我们你所不喜悦的那一部分。我恭敬地为这些在电影的工作者，这些在音乐上的工作者，这些基督徒们祷告，也为我们所有一些基督徒，我们也都向你求上，求主你修剪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行为能够处处见证主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往往一不谨慎，我们就按照自己的那个老我又走过去了。这样子当然人家看到是另一个，你这样的基督徒你还能够让人家感觉到怎么样？他的经纪人能够在台上说这句话，足以证明了这位基督徒他不只是做礼拜，他在做礼拜以外他自己的生活、他的行为、他的处处、他的待人接物都可以成为众人的见证。愿上帝赐福你。